Okay, 咱要来看约拿的基督会，互咱体会什么款重要的真理。约拿，咱看到伊的基督，伊的基督书里面啊，互咱明白一寡道理啦。头一项，咱来看伊，伊怎样讲？约拿的第二章，第二第三节啊。约拿讲说：“我做有患难。” 求告耶和华，用你就应允我，啊，将我对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落在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围塞我，你的波涛拢盘过我的身躯。 啊，这个，咱头先我呢有讲到这个，上帝安排一个大鱼将约拿吞落去个。那咱怎样讲啊？鱼知影什么物件会做食，知影什么物件袂做食。那如阵啊，看见伫金鱼缸内面吼，会看见一寡鱼，金鱼，伊会去食石头。 伊将石头该咸嘞，等下再个倒配出来。啊，因为伊的石头袂食哩啦，但是为虾米伊要去食石头呢？啊，石头顶面有一个微生物，有一个物件，有一个青青的物件，或是伊会食哩咧。所以伊去咸咸咸咸嘞，就石头都配出来，顺利快吞落去。所以鱼知影虾米会食哩，虾米袂食哩。鱼知影石头袂食哩，也都配出来，随时都配出来，唔是食落去包裹内面，才配袂出来，迄款唔是。 啊，所以呢？牧师对不住，啊，请你按秒者。未听到牧师。哦，准呢。好了。哦，OK。伊家己无去吗？哦，无去。伊家己无去，还是我讲一半伊无去啊？家己无去。家己无去，家己无去，位头位头就无去啊，是即阵才无去啊。 伫阵呢？伫阵人。OK，OK，OK。所以头先，头前我怀疑有，有听到。OK，OK。啊，我唔知虾米，今仔日变安尼，我唔知个。所以话，咱看讲迄个鱼啊，因为伊听上帝的嘴，将约拿给含落去啊。啊，就迄个鱼将约拿含落去时，发生虾米大事呢？咱北去思想哦。我认为讲哦，迄个当。 鱼将约拿该吞落去的时阵，伊要鱼啊，伊要鱼煞碰风了，唔知是真大齿真大的嘴哦，啊啊要喊迄个鱼的时，喊迄个约拿的时阵来，煞碰风了，碰风真艰苦啦。我昨暝拄则碰风呢，唔知是唔是为着咧要分享这个信息啊紧张啊什么款，我就袂困去啦。 因碰风本来个本气内面，北肚北肚内面，直直淹下，直直淹下，慌慌袂啥出来啦。啊，啊无牧师，你就啊，像牧师无你啉一喙西饼阿婆，一个方会出来安尼，西饼阿婆是啉了，也可是无法。落尾我想想咧，也可是着食三杯粒种个正罗丸，看会较好势。啊，正罗丸食落去了呢，啊有较好势，后淹下，啊我再会困，啊再会困。 所以，所以北岛内面若碰风哦，也艰苦，也艰苦。因为为什么鱼就碰风呢？为什么鱼要碰风？因为约拿要踮鱼北岛内面三暝三日啊，伊有需要脱开啊。伊若无空气，伊就是死伫北岛内咯，伊就袂活咯啊。啊，所以为着伊要脱开，鱼就碰风。啊，所以鱼是听主的嘴才碰风。 其实为主碰风，为主受苦。互咱看讲吼，鱼并约拿，搁较听嘴啊。咱若看这个约拿，这个约拿的这个书哦，内面有真侪大自然的物件，拢听上帝的嘴。只是咱即马真强调讲，咱有自由意志的人，唔听上帝，咱决定咱唔听上帝。所以人唔听上帝，所有的动物，无论是日头，无论是花草。
无论是人拢听上帝的嘴，只是人唔听上帝的嘴。啊，所以这个话咱看见讲，一个碰风真重要哦。搁一项，为什么这个鱼那无将肉那个消化去啊？鱼那将肉那消化去哦，肉那就无了，一变做鱼的大便了，一变就无去了。为什么伊那未消化去呢？因为碰风自然是未消化啦。碰风一定是着腹肚内面的物件都吐出来，就像你去食肚嚟个。肚嘞，你若无吐出来吼，你肥奶肥去，你都未好势，所以一定就吐出来才会好势。啊，所以这个作者可能看见讲，这个因约拿因为伊无听上帝的嘴，要去躲避耶和华，上帝就予伊拄着患难，所以讲我遭有患难，求告耶和华，伊就应允我，对阴间的深处。你呼求，伊就不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伫深渊，和海的底下，是只海的深处，大水威胁我，你的波涛啊，拢换过我的身躯。有阵啊，咱会看见一寡漫画家，伊咧画这个八度位的时阵，伊会怎啊画呢？画遮准。船顶有真侪人，跟一个人在天的海里，海里呢有一只大鱼，嘴齿啊也大，要弹跃那要沉落来，伊就不甲含落去。这个是也叫做戏剧性的，也 dramatic 的一百个到位个。但是事实上是不是是安尼呢？唔是啊，唔是个。哦，因为呢，约拿明明讲，上帝对伊对阴间的深处咧呼求。上帝在听伊的声音，伊佫讲啊，你将我投伫深渊，上帝将伊佮掷伫真深的所在，是海的深处啊。意思啊，约拿沉在海的时阵，伊沉落去海底啦，沉落去海底个。所以伊即讲说，大水威胁我，你的波涛划过我的身躯个。啊，所以伊是沉落去海底，啊，沉落去海底。然后呢，咱个看见讲啊，伊这个上帝有恩典，伊伫患难中，伊求过上帝，上帝有听。所以有时阵上帝将咱放伫患难中，是因为咱无听上帝的嘴，无照上帝的旨意咧活，还是无照圣经的教示咧活，咱有阵啊就会拄到一个患难。咱讲咱即摆拄到真大的 pandemic。什么原因？咱唔真知影。但是有咱的家己的检讨的思想，到底对我来讲，到底我有什么物件是违背上帝无？咱就安尼来思想。咱若有，咱就家己检讨，咱就跟上帝认罪。这个 pandemic， 我相信就会真紧会无去啦。今天看到跩科学家医生就讲说，这个 pandemic 不可能常常跟着咱无啊人无亲像先锋哦，感冒。常常跟著我們，我們每一次都到了比較寒天的時候，我們就去簽一個叫做 flu 的 vaccine， 就去簽 flu 的 vaccine， 不可能我們每一次到三到這個叫做flu 的 season 的時候，我們就再簽一項，簽這個 anti， 這個 COVID anti COVID 的 vaccine， 就可能就每年就繼續在那簽。我們不知道，我們就是比辦我們自己，咱伫上帝面头前，我讲上帝，我伫你面前，我是清白，我已经清认清我的罪，我已经求你赦免，你也赦免我，所以我要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这个是咱活伫这个世代，这个 pandemic 的时间内面，咱就好好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咱看见这个约拿。在鱼腹肚里面的祈祷啊，会让人看见讲说，约拿亲像叫做无恩望咯，但是上帝佫予伊机会啊，所以呢，咱唔知影讲到这个到底啊，约拿伫鱼的上帝伊遐迄个所在时阵呢，伊祈求什么？伊讲我呼求
有祈求啦，有祈求个，到底求什么呢？但是咱对啊，迄个结果，咱有通推测淡薄，到底伊咧祈求是求什么啊？伊唔在，所以伊唔在安尼祈求，我讲上帝啊，你若给我个一摆机会，啊，我就要去尼尼微传道。上帝爱你去尼尼微宣告，讲上帝审判要临到嘛，啊，所以呢。有可能是叫做上帝啊！你下边话，我你拿我国接个机会，我就要去你里面谈的。其实不准啊，牧师咧探病人的时阵，啊，常常都着三款的情形啦。啊，就说啊，咱探一个病人，特别是也危险的病人，啊，也是讲伊存无偌久通活落的病人，啊，你若请伊着啊，趁机会来信耶稣。哦，咱将来诶归属较重要。啊，伊有阵咧就会讲，伊讲你呐，上帝呐，我搁一个机会，给我活的，我就要相信你。啊，真想要安尼，伊病人会安尼想个，病人会安尼佩服伊个。当然，牧师也是替伊祈祷啦，求上帝可以搁一个机会，可以有存活，哦，可以有存活，可以有机会，他来接受耶稣，做伊个人的救主。我也相信上帝会垂听祈祷，上帝那合上帝的意思，上帝会应允这个祈祷。所以这个话所在，让人看见讲，伊在患难中求告蒙应允啦。哦，第二，啊，第二，我的题目是，伊讲虽被屈辱，也要搁仰望。啊，在屈辱的时阵，也要搁仰望。啊。第四、第五节，我对你眼睛虽被屈辱，我也要搁仰望你的圣殿。主罪为是我，饥渴淹没我，深渊围掉我，海草填了我的头。啊，这几两节的圣经，我能看讲已经是沉落去到海底了。海底，你讲那个海草，你系个顶咧伊个头，就可能伫挣扎，伫滚动的，所以那个海草是顶咧伊个硬棍个，所以伊是沉落去海底。啊，他就话咱看伊讲，伊讲我犹原要仰望你个圣殿，为什么伊个仰望圣殿呢？咱知讲圣殿是所罗门王所起个啦，啊，但是伊讲伊受大水为洗。几乎要淹没的时阵，伊就讲，我也要搁仰望上帝一点，因为迄个是伊会通转回的根据。为什么按你讲呢？因为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阵啊，伊有献一个真出名的祈祷，后来上帝也回应伊的祈祷，哦，回应了伊的祈祷，咱来参看一段的圣经。历代志下这段圣经也是真正出名的哈。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一到十六节，那慢慢来读这段圣经。所罗门王造成了耶和华殿及王宫，在耶和华殿及王宫，凡伊心中所欲做，拢顺顺利利的做成了。每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来显现。对伊讲，我已经听了你的祈祷，啊，选择这个所在做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予天闭塞，无落雨，或者蝗虫食这个地会出产，嗱，这两个加起来咯，会产生什么呢？会产生饥荒，无落雨，无灾种，灾种又搁蝗虫食去，就无食米。就会变做有机缘吼，嗰一项是瘟疫，或者乎瘟疫流行伫咱的伫外面中，咱知影讲这个 COVID-19 啊，就是一款的瘟疫啦，哦，一款的瘟疫，真正唔单单流行伫上帝的面中，流行伫全世界。咱知即阵。即阵第一严重的所在是啥？道路你知无？第一严重的唔是算人数，第一严重的是印度。印度甚至
也个只 funeral parlor 好无介意啊，通去协助因遐个因遐个死人。虽然美国死较侪人，美国就已经死60几万人咯。印度死三十几万人命定，但是伊个 facility 好较无够，较无，所以伊无介意通处理。咁变做是变做地中伫路边咯。停车场咯，泊车所在咯，就点遐烧，点遐烧，啊烧咧，再去捡骨，啊所以呢，因此就非常的严重，怀叫做感染的人数滴滴加，我相信无偌久，伊就会赢过美国，伊的人数，即阵美国是三十三个面量，伊已经到二十四个面量咯，真紧就要接到吼。因为伊搭起都真多的阶梯，所以这个所在是讲到上帝呐，何在灾难？至少有四个灾难，无落雨、洪涨、惊瘟疫，冇。上帝就要怎样呢？能够看算落去。用这个称作我名的主民呐，那主笔祷告，切记我的面，转离因的恶行。我就的确对天顶垂听，赦免因的罪，医治因的罪。啊，这个是咱落尾真出名，咱规日伫咧啊，就安尼啦，为了咱徛起的所在来祈祷的。我必睁眼看，切耳听，就这个所在所献的祈祷。这个所在是什么所在啊？就是一个圣殿的所在。啊，现在我已经选择这个殿，分别作圣。和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目睭和我的心也常在起来，常在起来。所以这个祈祷啊，还是讲这个上帝回应的祈祷，咱怎么提到四项灾难？伊要求伊的百姓要做四项代志：主必祈祷，祈求我的面，离恶，那个四项。那无做到这四项，后壁上帝要做的就袂发生。所以有阵啊，唔是觉得恁祈祷安尼就好啊，祈祷上帝，你着医治哦，医治阮的罪，你着赦免阮的罪。但是伊的百姓若无自卑，若无祈祷，若无祈求上帝的面，若无转离恶行，伊袂随听，伊袂赦免，伊袂医治。所以上帝要做两项，咱若做到这四项。主必祈祷祈求离恶，安尼伊就要垂听，伊就要赦免，伊就要医治，因为伊个极大个目睭咧看，阿耳咧听，伫这个所在现所现的祈祷。现在我已经选择这个点，分别做圣，和我的名永远伫其中，我的目睭佮我的心常常伫这个所在。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心意。咱怎么讲？为什么那个海草呢？甜呢？因为伊暗棍呢，就是伊伫海底咧挣扎，伫海底深处咧挣扎。所以呢，这个时阵，上帝才用欢呼一只大鱼，你赶紧给吞落去，那无伊就要淹死咯，就要淹死咯安尼。这个是第二、第三。圣经伊甲伊安尼讲啊，绝境中望上帝拯救。第六节，我落到山根，对的门将我永远关掉。还伊去田咧海草里，对对对，都无通顶通哦。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却将我的性命对天中安尼救。大概哦，这个只行迄个大鱼啊，咧吞约拿迄阵上时个光景。约拿突然间去鱼吞落去个时阵，伊原本未吐气咯，原本咧要昏落去咯，啊突然间啊，佫再会吐气，因为只鱼该沉落去，该吞落去个。啊，所以上帝的时间是非常的准确，上帝的时间非常的准确，而且呢，无晚也无早，啊，拄拄啊好，就大概是拄拄啊好，啊，咱有阵啊咧形容啊，
讲是讲啥？用安尼形容迄光景啊，伊是对鬼门关行了一撮，已经去啊到迄、那个，去啊到咧迄、那个，这个死咯。这个挖到挖到，这个挖到来，啊，伊个喊落，伊袂土匪，搁再变做土匪，所以人常常是在绝境的中间，望上帝拯救的时阵，咱才会想到讲，这个是上帝迄个拯救的恩典。世间人常常在绝境的时阵，也会想到上帝恩典。所以呢，咱啊早早就想起上帝恩典，咱会通减少真侪绝境的经历，咱无需要经过遐危险的所在。所以世间人也常常讲啊，伊讲若无看起观察，就无流目屎。有一日，咱要面对这个死亡的时阵，咱才会后悔。这一摆啊，牧师后去备办，你要去有去签这个墨信啊。牧师有去签这个墨信，我感觉也是伫这个经历的中间，后经历了上帝恩典。我头一个 dose 是4:11。4:11，哈拿去约4:11，要抢到一个 dose。啊，伊一个 system 自己甲你约第二个 dose， 第二个 dose 是5月初二，两个拢是拜日下晡时去抢啊。但是4:10就是去抢的前一日啦。牧师觉得后壁这班只的倒边班只吼。上听听，我若伸手去摸的时阵，咱就碰碰，咱就有物件。我就甲牧师娘讲啊，我说我后壁咱就红红啊，后来就抹药膏啦，抹药膏，然后就去困哦，不就困。到第二日无进步呢，我第二日要去签墨信，但是无进步要怎样呢？无咯，约了就去签了。第二日去签，但是要去签以前呢？啊！还是倒来将抹一个，抹一个药膏，叫做西马辛，照算是咧，你若去烧着哦，那个伤口就着抹这个是咧体验，还是咧杀菌的呢？所以那个变作就 antivirus 咯，所以也是间抹咧，打咧，再去签这个样药，签马辛，签倒来无代志啊，啊无烧。无什么不好的 side effect， 无什么痛疼，但是后壁这个吼，亲像多厉害，亲像愈厉害个，愈厉害是因为落尾痛到拳头，痛到手咧，个，佫开始已经有淡薄咧不怕，所以到个拜三下那些唔通咯，咱就你就去 emergency 看麦，看啥物款，所以我去的时阵又讲我 interview 又讲。我第时开始安尼，我说我去签墨信以前就开始安尼，签了，亲像变成拖较厉害，唔知甲墨信有关系无安尼。啊，医生就讲说你呐是未签墨信就有这个代志，照算你唔能签啦，照算你就 postpone 啦。啊，不过唔对都签了有办法咯，签了有办法咯。啊，所以就讲医生安尼，医生就讲说啥，这个是生白蛇啦，是白蛇。因为伊看说，拢总伫倒边啊，拢总伫倒边，正边完全无啦，纸正边无，咱知影个生病蛇可大可小啊，看伊爆发伫什么所在，有诶讲说若爆，若伫目睭咧，啊你真艰苦，非常艰苦，可能你会致命，感谢主伫八只，搁伫倒边，正边完全无。所以医生就讲，那这款的情形是白蛇，白蛇是咧 attack 你的 nerve， 我们后边有两个 system， 两个 nerve system， 伊是 attack 你的 left side， 所以多边都就真严重，所以就医生就讲啊，安尼我开药给你吃，吃了就无代志安尼，但是我说我唔顾我多边的心肝头啊，扎扎疼疼呐，应该甲白蛇也是有影响，就关系了。我说安尼要怎样啊？伊说那是安尼哦，你若要 observe 你这个心肝头听，安尼你就注意咯。啊，我说就
徛偌久啊？用一日大概就会知影。我为什么得问你这呢？因为说了迄个拜年啊，是我着伫教会安排，我着讲道啊。啊，所以我教恁啊，用一日无代志，一日无拜三拜四，我通倒去咯啊，就袂影响着迄个讲道。但是呢，但是医生说啊，这个是无勉强的呐。医生照伊讲是讲，我看小发代志啊，唔免住院。用你那强强买会做的，我会做的。阿老伯讲，安尼徛一日，一日就徛一日，再看卖你个，伊再讲我比大可无。You make a right decision 啊，意思是安尼个。啊，所以我就调你咯。所以就单安排去一个 ward， 是叫做 observation ward 哈、啊，这个是咧观察的。啊，所以等啊真久，直接去病房。病房也是家一个人一间房，我真难哩，都就一个人一间房。较像是我是一间房内面有遐侪人，但是迄房呢，要我家己一间房。我看看一间房都是袂歹，我家己一间房。但是无偌久呢，我医生将遐抓落看嘞。伊讲你无法通点伫这个 observation ward 啊，你就去迄、那个specialist 的 ward 啊，哦，你就刷就刷。哎，就讲阮要刷呢，要刷，伊讲你到我落去下底咧等你所在，啊，等你所在，人伊讲着你着刷房，我就到落去啦。啊，到落去的时阵哦，下下也侪人，啊，落尾有一个 nurse 讲，你去外面坐，较侪人遐坐咧，伫咧等。落尾另外一个 nurse 来就唔是，你袂做，叫我关咧一间房啊内面啊，叫我关咧一间房啊内面。伊讲，哦，你种个叫做。白蛇哦，是多人个呐，哦，伊呐相信安尼个，啊，所以真讲特别是用个短信个，更加特别加多，更加危险，啊，所以讲伊讲关了房个，啊，到落尾有房哦，才讲话锁房个，锁房锁啥物房呢？锁 isolation room， 啊，是家一个人一间房，一家一个学车，但是呢，是关了你袂做出来 isolation 呢。喺 COVID-19 就是徛喺種嘅 isolation room 裏面嘅啦，啊，所以以前係驚我會多人，所以同我安排啲嘢。頭兩日咯，醫生嚟看我嘅白腳，我是喺嗰個門咧有玻璃，我喺玻璃邊可以看啦，然後而家黑上，依部嚟嘅我係病房，另外病房嘅是何書一日三百送食米嚟。啊！大家教我尿血压、尿糖尿、七点多，未无去啊？落啊？个只无去啊？无去，我看卖啊。都 OK 啊，无代志。啊，无你讲什么无去？好。OK， 我做埋你。OK。哦 ，OK。OK。了啊，了这个什么？这个在那裡面就徛了三日到第三日，第三日那個醫生就入來了，他說你差不多會再做去了，你差不多已經很 stable 了，很精髓了，這樣，他才入來，所以我第三日就出院，第三日出院是拜幾天，那個是拜六，我拜日要講到要怎樣，所以我入醫館的時候，我就跟教會公司，我就是在醫館，看情形哦，拜日講到的問題咯，你就喊得咧，你就去比班咯。結果拜日無，因為我就量查解，我唔知第時會出現啊，所以我就量查解講識我拜日大概無法，就 postpone 咯。結果拜日是 postpone 到六月尾，再個講落翻嚟，已經變咗六月尾咯。但是我要感謝上帝是講，喺內面徛了三日，伊會照顧。也给咱家己咧照顾，啊，所以特别讲你看你的药，看你的药有够无，药有安当中，所以三日会好好照顾了后，好真多，所以就会通出院。出院就搁食四日的药，按出来食四日的药。啊，所以这样代志就安尼过去。但是到即阵好，你讲无说你好未，也搁未好，唔知怎样也搁会疼，有阵会胀。哦，一个是白头发做的所在，一个所在也个会痛，也个会痒。啊，手有阵啊爱痒，到时啊也是会痒。我拍两种 lucky，P 也 lucky 咯，P
风爬浪中无咯，但是也过你也过跌嘞，也过会上。啊，有诶公司是无挂到开，赚两个月才会好啦。唔知呢，我先拄一个月日，记了一个月咯。阮人唔免等啊，到两个月才好起来吼。啊，继续伫祈祷中来写了这项代志咯。所以呢，阮就五月二号，好真多了不？我就来各去签一个 second dose。有人讲说，我说你通签 second dose， 我说头一摆白蛇都签了，啊，真好个角色，但是咪再签敢是？我说即摆一定无问题，所以就去签第二个 dose。感谢上帝，你牧师签的是 BioNTech 那是美国是一个 Pfizer， 其实这个是德国药啊。美国是 Pfizer 叫德国 join 合力创这个药，啊，所以在美国 Institute Pfizer， 在德国是叫做 BioNTech。那香港是对德国的头尾来讲，所以这个香港是叫做 BioNTech， 了有一个汉文名叫做霍必泰，霍必泰。我今天看到在 Facebook。有人咧讲说，伊签到 Pfizer， 哎呀，人就讲，这个是 the best vaccine， 这个是你家己咧讲，我那唔知啊，什么是，即阵一个唔知啊，上啊是 best， 上啊是，上啊唔是 best， 因为，我是为虾米签这个？那是我家己，我爱签 Sinovac， 你猜无？我爱签大陆迄个，但是呢，因为这个新科的医生，菲律宾的新科医生也是安尼，只爱新科医生也是安尼，伊讲你得签迄个。synthetic 嘅就是 BioNTech， 啊，所以既然有行经，我就行这个 BioNTech。感谢上帝咧，就参加两个 dose， 两个 dose 啊，已经计了十四日咯。因为我头一个 dose 是十一加十四，四个十一，各加十四，所以是十六就已经是十四日咯。但是最近啊，你看到新闻啊，讲说伫首伫即个啥？在中东的国家，因发现讲，你若个签，伊是签新罗邦若签第三个 dose， 会 boost 国家有抵抗力安尼，因阵开始签第三个 dose， 甚至伫美国因这个 Pfizer 迄个 BioNTech 也是有举办咧要签第三个 dose， 第三个 dose 是六个月，至一年内面，六个月了你才会做个签第，才迄个 booster， 那就一个 booster 安尼。所以呢，即阵全世界拢真正紧张，关于这个疫情的代志啊。所以感谢上帝啦！啊，虽然得去边处，虽然影响到迄个工作 schedule， 但是呢，有法通完成，有法通完成这个治疗，啊，能完成这个疫情，还是得感谢上帝，这上帝恩典，上帝恩典。你继续来看吼，继续看这个约拿的祈祷啊。第四是讲到伊讲伊我发昏的时阵，来认罪祈祷。这个我当作伊是认罪，你知道？你看，咱看这个经文啊。第七、第八节，我的心是我内面在发昏的时阵，我就笑念、想念耶和华。我的祈祷进了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信奉无父无的神的人，是离弃怜爱因的主。我讲你罗马这两句哦，罗马这两句是第二间的。这两则的圣经来谈讲说是代表了约拿的认罪祈祷。伊心内咧发昏啊，什么意思啊？发昏的时阵是你要昏落去个，你要昏落去咧忙的时阵啊。是因为伊无勇气啊，佮激烈水的水底啊，这个时阵也佮未伫鱼腹肚内面啊，伊是咧形容伊也佮未去鱼食落去迄个情形啊，伊内面咧要发昏啊，哦，伊讲我的祈祷就入去你的圣殿啊，伊的祈祷达到上帝的圣殿，上帝是听祈祷的代表，所以你的祈祷上帝会听，哦，咱什么时阵的祈祷上帝拢听。这所在好难看，讲伊这个基督达到上帝面头前。落尾这两句我跟你真正理解哦。用信奉父母的神的人，是离弃怜爱因的主，什么意思？突然间，砰一句话出来，
咱捌思想这两句话无？啊？什么是信奉迄个父母的神？为什么信奉父母的神？上帝也搁怜爱呢？啊？咱就淡薄仔矛盾。以前咱也看上帝主要说咧教人着好款待受敌。如果你着听你的受敌的时阵，这个经文，咱看吧，咱就会知影。马太五章四十五节啊，用这样啊，就会通做上帝天，就会通做天父的儿女，因为伊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予义人，也予不义的人。意思是讲，上帝也是怜爱。那个信奉父母神的人，那个不敬畏上帝，不认识上帝，上帝还佫怜爱呀，上帝可以日头啊，哦，上帝可以雨水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伊唔望人会回转，人会回转来认识上帝，来接受主，所以伊会救主。所以咱有说啦，看到一寡无信的人，伊去拜真侪神佛哦。啊，有阵啊，因啊是好起来个，好起来其实唔是神不可以好起来，是上帝的怜悯、怜爱、怜到因。上帝要让有机会，通来信主啊。啊，所以这个所在，互人看起是安尼哦。啊，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赐施恩和跩无不义的人，就是要让有机会通信耶稣，唔可以有机会通悔改、悔恩主。约拿经历了假期。背逆离开上帝，但是上帝依然可以有机会通悔改，上帝可以有悔改的机会，上帝可以第二摆的机会。所以咱唔，那所以咱人对咱一摆对不住咱一摆，我永远唔甲你讲话，我永远就唔甲你来往，唔甲你来去，这个是唔对。咱就留落机会。让人悔改，让人回转，这个是上帝本身。用你们这样做，你们才能做上帝的儿女。因为上帝是让你头招好人，也招歹人，刚好好义人，也刚好好不义的人。这个是上帝的本性，上帝的罪犯。所以圣经上头，这个是咱要注意的。最后一项，感谢为祭。苦愿必还必行哦，但我心，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你。我所付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自耶和华。讲为什么？约拿用感谢的声音做祭献给上帝。因为这个时阵的约拿一无所有了，一滴都无半咯，哈！伊个人天咧海，伊无半个钱币啊，无半啊，伊不准备怎啊献祭？伊讲我只会答应感谢的声音来献祭给你。所以，咱伫一无所有的时阵，咱也够一个感谢的声音，通做祭献给咱的上帝。上帝是公平的。不是恩待较有诶，无诶人上帝也是恩待。伊讲我所付诶愿，我必偿还。到底伊付虾米愿呢？圣经无记载伊付虾米愿。但是咱看见讲，迄个结果是虾米呢？上帝欢呼喜，将伊吐脱伫这个大队顶面啊！其实讲说是伊休嘅关，但是上帝啊，你若给我第二摆机会，我就会去尼尼微城传道，互你，互这个尼尼微城嘅人听。所以呼唤个，哦，所以呢，咱看迄个第六节嘅罗马节，哦，我伫山，我落伫落到山根啊，山系罗马山根，一个海堆咯。对的门将我永远对呢，我根本走袂得出来了。然后我的上帝，你却将我的性命对天中安尼救出来。上帝是给咱机会的上帝，
上帝是必办要拯救咱的上帝，所以就耶稣耶稣多加热心，就定是一个为咱有必要这个赎罪者。咱什么人能愿意相信呢？伊都拯救到底，啊，拯救到底。书在行传四章里，四章十二节，人讲独一一卦，不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无有数落不的名，咱会通靠着得救。什么名？这个无别的名，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所以咱对这个约拿的基督里面啊，咱看见真多上帝属性个道理。上帝是有怜爱的上帝，上帝让人悔改的上帝，上帝听候人悔改的上帝，上帝是满有恩典，上帝是满有恩典。所以后来呢，就耶和华欢呼喜啊，喜就将约拿吐伫大地里面。这个喜吼，对上帝受苦了三年三年，去度了三年三年，痛风三年三年，上帝讲吐出来哦，好欢欢喜，赶紧吐出来了，不得就通伊巴肚通正常。约拿就亲像对死来个话神，伊三年三年伫死巴肚内面。后来就能听到那个姐姐的讲情况的讲话的讲的讲情况的讲情况的讲情况的。所以主耶稣就用约拿在鱼腹肚里面三年三日来形容是这个信仰，来形容家己受定时离家了后要三年三日在地里面，然后他就对死来的约拿书第二章，和咱的信息，求主帮助咱，和咱常常想念主的话，唔通等啊到伫危难中、伫患难中，再想着上帝恩典。咱好好，逐日来想念上帝恩典，咱就能减少真多无需要的一寡的患难。咱伫这个pandemic的中间呢？咱也是着孝念上帝恩典，其实上帝也阁有真大恩典伫咱个中间。咱虽然是袂做咧四国落去，香港啊，即阵是较好些，已经有几落日无 local case 啦，那有诶计是 imported case。香港已经超四日无 new cases 啦。而且我们这个，你若亲像大陆安尼。无啥物，伊几乎是无 local case 咯，啊，那有也是叫个 imported cases 啊，所以呢，伊有法通自由来往咯。哦，即阵因为香港第一关的是这个啥物大湾区啊，澳门即阵甲大陆是开咯，因无 restriction 也免 quarantine 啊，但是香港若要去澳门，就 quarantine 14日啦，所以也无方便。但是因为澳门一早就已经死了咯，伊都无 new cases 下古咯，所以因开了，因甲大陆是拍通咯。啊，就香港啥物时阵要拍通，咱哪个唔知？伊讲至少就有十四日死了，才会做 consider 要拍通。啊，所以第二样当然是要签白信，要签白信 14 days 了，摆有法通去，唔免那个 quarantine。所以这个是咱伫这个 pandemic 来临，咱所拄到的，咱来看见上帝的恩典。啊，咱伫无双的所在，甚至菲律宾即阵也阁一日也阁四五千人的，叫做四五千的 cases 呢，也阁真严重。但是即阵咱就开始慢慢靠有 vaccine 通用，靠有 vaccine 通签咯。所以咱也着继续鼓励未签的赶紧去签，啊，牧师也是建议着赶紧签。我知影在菲律宾真侪团队牧师，因已经签了咯，所以呢，也是带头互兄弟姊妹，大家人放心去签。所以，你若愈早签了，那个人数若有够额，
那个开就开始往开放，用的 majority 签差不多是70%的人有这个 vaccinated， 啊，你就话从开始较放宽那个 restriction， 所以就主帮咱咱啊，伫 pandemic 嘅中间，咱也要注意一项，因为真侪人受真大压力啊，特别是无信主嘅人。咱信主的人也够有主堂瓦靠，也够有堂祈祷，也够有堂靠主。但是怀怀无瓦靠的精神真受影响啊！哈那因为这个医生当不是当数了，是因的医生的太太，这个医生是目睭医生，伊的太太也是真受压力，真受压力。为着要签目信哦，伊赞成签 BioNTech， 伊的先生要签。Sinovac， 为着安尼冤家一个太太个老爸，自杀啦。顶几日因才去接触，所以真侪人伫这个 pressure 下面，会变做 depressed， 所以咱就小心。咱唔单单家己挖苦上帝，还得注意咱身边嘅人，咱就注意人嘅反应情况。这个是咱基督徒。在这个光景下面应该就注意，应该就注意到，不但自己好好挖苦主，推四周围的人祈祷，对政府的规定，咱就好好来配合，以至到咱这个 pandemic 真紧的人过去，咱来参加祈祷。你的上帝，我感谢你，借着约拿的祈祷，我们能体会真多。道理关于你的属性，关于你的罪罚，关于你啊怎啊款待人，主阮感谢你，阮是你的儿女，阮也要学习圣经的教示，阮在这个特别的光景下面，阮就怎啊为主你活，为主你做见证，啊，真侪边头的人的祝福，真侪也搁未相信你的人的祝福，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活靠你。如地你的脚步，地如地如滚，如地阮如会通彰显阮那个属灵的生命，会通影响四周的人，互阮的见证，会通荣耀你的名，互阮边头的人和人得到益处。咱的祈祷感恩，教徒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